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哈密瓜乐团。不好吃。我是吉他手姚晨，张杰吧。我是歌手顾杰，贝斯。我是那个闹事的，还有主唱。我们第一首歌唱《我想回家》，回家。第二首是《回家你怎么办》。卢凯杰姑娘，第三首是我们自己编的，为这个好赖编的这个里面编的。小木桌，
边的。不能，我们这边的性格就是。先走。Yeah. 我们来阿咪瓜团队。